放假了，小朋友放假了，小朋友放假应该休息啊。小朋友为什么不好好休息？老师说过，做人呢要脚踏实地。老师在那边搞事情，这怎么行呢？是吧，小丑？小丑就是一个典型的脚踏实地。你翻这个窗，我就翻这个窗；你盖这个板，我就踩这个板。啊，小丑金丝就翻这个窗，翻，来给我们展示一波什么叫脚踏实地。装垃圾开始啊！这个小丑开始动歪脑筋了啊！你小子刚夸完你，又动歪脑筋啊！你小子很难受啊！你看看，这是动歪脑筋下场，这就是下场。生态密码机还行，哇，终于动了，给我又燃起了希望。装什么垃圾？咕咕仙人，咕咕仙人，你好，你是咕咕仙人吗？哦呦，咕咕仙人，哎呦呦呦。金身开起来，咕咕仙人！哎呦呦呦，咕咕仙人！哎呦，金身开了！哎呦，呦呦呦呦呦呦，又怎么了，咕咕仙人？亲一个，是不是？人都不走了，你金身都不要了啊？咕咕仙人，咕咕仙人怎么也是咕咕仙人？怎么了，咕咕仙人？干嘛都打了我？你干嘛？人家这脸上你怎么敢那个的呀？你告诉自己，你要给自己洗脑，他就是垃圾。干嘛？你看看这个队友确实也很垃圾。修机啊，在搞什么呢？哦呦，你开金身，你有病啊！完了，这把要抬走了呀，这把还是不修啊？有没有修机？就是在修机了，光打我，太慢了，修的太慢了。打一把，现在多少？18分？哎，才18分吗？我感觉这把现在48分了。我还溜了，我还溜10分钟的，呼唤我，还要被捅了呀！完了，他呼唤过来被捅了，他就打掉了，他还行。干嘛打钱？我靠，现在太肥了，感觉你神志不清了，这个美女。神志不清了你。我操，还有个东西，我已经尸体都不走了，快点修呀！75%，在干嘛？在吃粑粑。摸一点不行，这不能再摸，再摸要死了！我操，带着我就好了。哦呦呦呦，吃！你们得卡呀！我靠！没取消，你把电醒了！我操，这个鸡啊！我操，点门快救他！他说过来，没关系，我给你拖。你只要你点门，我还能走。你点门，我还能走好吗？我去！点门，点起来，点起来，点起来！冲刺，冲！冲氧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点起来，点起来，点门，点门！哎呦喂！开了吧？开了，我去！哎呀，这个局，去吧，买魔术吧，我能买吗？我有机会买吗？不知道。干嘛？都这样了，还要逼我？哇操，死了，神经病啊，修机都不会修。我要骂人了，八嘎，我特地设置了一个八嘎。